参加这次讲习会的有各分班选训的教官和陆光歌剧队的有关队员等70多人，他们将要以2天的时间学习小新康乐的活动方法、小型节目编排、表演技术、团体舞蹈、团体游戏等的科目。这项扩展基层康乐工作、加强官兵自娱活动的陆军小型康乐指导人训练，即将陆续在全省和外岛地区分7个地方分班展开讲习，预计4月底全部完成。